世新大学每年都会进行媒体风云排行榜的调查，而今年的调查在电视频道方面，大爱电视台获得了三项第一名的殊荣。和您分享这三项殊荣，分别是票选了最公正客观的媒体第一名、可长期信赖的媒体第一名，以及最好最优质的电视频道第一名。其中第三项这个最好最优质的电视频道，大爱电视台已经连续是5年夺得了全台湾第一的殊荣。至于